可以画，比如布上、油画布、纸上，或者乐器上，吧，吉他这些，人体彩绘呀、啊，石头上，就是墙上，还有这些电线杆，我都画过。所有能画的工具上，或者是我觉得有创意可以来玩的东西，我都会画。啊，我是从高中就学画画，高中学画画呢，3年，现在是09年到现在应该。 11年，然后加上高中就14年了，14年啊，啊，这种画一般是1-2个小时左右，有些大的呢就更久一点啊。 现在我也在有进行一些原创的学习，也有试着进入一些画展啊。我就以后就是想规划，我的根基还是在这种油画的创作，我以后还是想争取进入不同的那种画展。 视频上澎湃。